大家注意一下。大会报告，大会。这个东西叫做结婚证书。我念一下哈，我念一下哈。这有时候他妈无耻的，我靠！没有。新郎关比学，72年9月27日时生，新娘安心雅，70年4月19日80生，之城郑宇辰先生介绍。奇怪啊，我想起来，哎，关比学，你要干嘛？你圈证婚人是不是？等一下帮你圈呢、啊。等一下，那个就不见了，好不好？我要让这一切变成灰。你在怎么做？我觉得你刚才在说，你要让这一切变成灰。可以再一次吗？你要让这一切变成灰。你不要他妈的上礼拜让你爽到你就拿翘，我爽不了，我感到你洗澡哎，哎哥刚走哎，哎，等一下再等一下，上礼拜我犯一个错误，因为我个人太紧张，本来每一个团员都有准备一些话跟大家讲，结果，其实是你弄乱的。再加上我太紧张，所以我们现在想要请胡迪来讲讲他一些感觉。千万不要，好，最后谢谢所有人。
谢谢冷沃，谢谢有料工作团队，谢谢方舟他大，谢谢灭火器，谢谢你们，火种 Team Fire， 谢谢。这张专辑大家真的花了很久的时间，大正压力大到快鬼剃头了。其实大家真的很用心在做我们这张专辑，然后不管外面的声音可能是有些人会觉得说，哎，是不是不太一样了，或是哎有成长或什么的，这些我们其实大家都有听到，可是我们没有改变的是初衷啦，我们还是一样做我们想做的东西，我们觉得这是好的，我们就会尽量呈现给大家这样。然后谢谢大家，就是这样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们就是这一群。讲话的音调有点低，我说我现在故意提高，哎。其实，这阵子有一种感觉啊，就是大家好像觉得我们好像很成功了这样，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成功是什么，我们只知道活在当下这种情况，每天打棒球、写歌、打电动，就跟你们一样，然后在表演，但是你们在台下，是我们是一起的。我跟你们说，就是我们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对，然后。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一起成长，这不是客套话，因为一个乐团如果没有观众的话，他那个乐团其实就没有什么这样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你们。对，拍个手好不好？我是不会哭的啦。只断句断得很差而已。然后感谢家人的话，我想要留在高雄再讲就好了。对。我自从上个礼拜有人看了影片，然后寄了一箱吃的给我，让我结果又是泡面。我是跟另外讲泡面，跟亚吉兄弟，我一打包哥给我就卡没，我还没算过我要吃几天这样。我跟皮皮那边，我现在跟皮皮一起住，原本的房客已经搬离了。好了，反正就非常感谢你们。然后，如果你在人生的这条道路上遇到什么困难啊？其实我觉得都不是困难，主要就是你自己过不过得去而已。我其实很讨厌看到人家在 Facebook 讲一些有的没有的靠北的话，你有时间在那靠北，你干嘛不去做一些事情来证明你自己给大家看？行动才是决定你的未来的一切，而不是只出一张嘴。生日快乐！好，今天。好了，大家一起讲好了。小葵，生日快乐！耶！再次谢谢台中，然后。其实台中是我成长过程中很，我在台中一共待了五年，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期，也在这边认识很多朋友，像是志宁，然后一路从小，从我们还是16岁的时候就开始帮忙，帮到现在，我们时常还会，跟他伸手借钱，掉头去，他真的，对我很感谢台中，他这个人非常，他是很低调。低调，我们要，我们还没有忘记你哦。然后，当然了，一些除了你们，当然是我们四个人，一人感谢一次，要感谢4次，感谢5次。除了你们，还要说，就是你们没有看见的工作人员，这样子，谢谢你们帮跟我们一起完成了这场演唱会。